久闻大名可可西桑，虽然你是阿飞介绍来的，但你觉得自己凭什么能加入我们？我队友和老师还有亲人全嘎了，身世惨淡，这个只是基草。那么你的黑化程度呢？我队友就是我亲手捅的，而且居然有和我相同的经历，看来你的伊他米也不在我之下。那你的实力呢？有没有干掉过什么知名的忍者？你要是能把我干掉，那你就是知名忍者了。靠，这么嚣张，你是不是想吃炸弹？说话小心点，我可是雷属性，很克你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解号。解号？是的，通俗理解就是请神或者叫做鬼上身。而且就算是这样，加入小组子还得够狠。你看和你同村的伊达吉斯，把他们一族全屠了，只留了一个独苗。哦，我走之前把他剩下的那个独苗也给灭了。啊？可惜，我马留。哎，别介啊，你我多多想去投靠俄罗斯嘛，那不是小的叛徒吗？我来面试总得要些业绩嘛。哦，对了，雾隐村的再不讲也是我嘎的，七忍刀也没什么了不起嘛，对吧，鬼将？不光是我，我老爹当年也贼猛，嘎了沙忍村高层家夫妻俩一块铺盖的秒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……哎，大家怎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